Hello， 大家，我哋继续嚟到爱丽丝白战争。好啦，咁上次讲到我哋攻打咗呢一边嘅上边呢一个嘅冰天雪地呢个地方啦，咁亦都开始有人攻打我哋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就先咁依家我哋就先狩猎一番先啦。咁因为都冇乜资源系啦，唔系好够钱啊，系啦。咁因为赚钱方式，我谂应该得呢个方法啦，系啦，或者卖嘢咯。咁但系当然就系狩猎就最好啦 ，pay a turn，OK、okay?。咁啊，睇下城镇嗰度有冇啊冇事件啦，咁都系唔使理。我哋睇一睇有冇嘢可以升级先。系冇嘅。咁啊，钱银方面再及一及啦。睇下先，我自己有几多钱啊？睇先，我而家17757啊，都非常之高啊。咁睇埋物品嗰方面啦。咁啊，卡牌其实都多嘅。咁我哋睇睇装备嗰一栏如何啦。睇一睇装备啊。道具店啦，好，咁啊，同以往一样啦。呢一把可能有啲用嘅火焰长剑，但系讲真都系感觉上冇乜作用啊。因为佢加物攻、物攻同魔攻咧，而佢步下即系魔法攻击呢度25步下冇加到。咁其实呢把剑主要都系加物攻咯，系啦，咁就应该唔会话系俾魔攻嘅人用嘅。咁所以其实呢一个谂差唔多啦，不过最好。呢、這、一个好好在呢一个咧好处咧，在于咧佢有加步下嘅物理攻击咯，我谂系啦。而呢一把就冇咯。咁我谂呢个应该要买啦，长剑，但系有啲贵喎，真系。我哋睇下有冇啲平嘢先。又系呢个灌木喎，灌木唔买。有冇剑啊？俾咗把火剑我、啊，魔女扫把，魔女扫把你都唔使要啦。OK， 咁啊唔买啦。有冇咩啊？铁杖咯、啊，铁杖系咩嚟噶？夹一夹先。呢把铁杖就冇咩特别啦、啊。我有呢把帕木杖1300，都系21，呢把28高得7点，我谂7点应该唔相差太远嘅，所以我哋唔买，我哋等佢出把火剑先。坐到出把火剑嘅时候，我哋就可以买啦，因为个成本低嘛，低咗咁多，得平一半可以，唔好再俾魔女扫把我啊！我要把火剑啊！我谂可以咁样拆噶嘛？有啦，火剑啊，买 ，OK， 呢把就正啦 ，OK， 有一把神兵利器，跟住就可以装备俾人啦，好。咁唔使问啦，呢把嘢我谂应该都系俾阿小黑噶啦，系啦。好，啊见到啦，步下物理攻又加咗 ，OK， 好 ，OK， 咁而家有火箭嘅情况下咧，先 save 先啦，都系嗰句啦，啲战略 game 一定要 save， 我哋 save 喺第五格算啦，唔好 save 太多，因为成日都睇乱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咩噶 ？item 临时征收，打上面嗰个好唔好咧？系啦，打上面嗰、那个，我哋临时收多咗一下先。征收多一次，我哋就即刻攻打上方。好，获得 mana。好，红桃一啦，都系攞卡牌啦，冇咩特别啦。好，嚟啦，黄昏，准备打上方呢度进行。咁啊，小黑摆头，我哋试，咁又睇下小黑嗰个技能系啲咩啦？嗰、那个咩啊？嗰、那個、实力去到边？因为头先俾咗个火箭俾佢，有冇睇技能啊？小黑睇嚟冇，但系咦，其实梅吉可以放走、啊，留一留都好、啊。我哋放只盾好似唔错、啊，因为俾佢升下呢都好，定系啊，一系俾力齐或者巴雷斯啊，力齐啊 ，OK， 就咁。咁啊，卡牌方面，我谂应该都唔使啦。我谂卡牌唔使啦，直接开波。1400啊，系，其实应该攞只魔杖、啊，唉，傻咗添。呢度应该出魔杖，偷人应该要。魔攻物防加咗，咁打后排啦，因为呢度加物防，超劲500几打落去，靓到呢下。佢反击打到20喎，力砌头剑。其实真系应该要带嗰只咩嘅？好啦，放水攻击。等阵先，我又撤退呢度，撤退系啦，重新嚟过。我哋放只魔杖去捉人，
我呢度直接开波啦，唔揾嘢啦，开波。爱丽丝啊，唔系小黑爱丽丝。其实爱丽丝都可以唔使放，因为小黑梅吉跟住放个巴雷力齐啊，呢三个跟住放两只魔杖啦，系啦，冇限，唔可以放两只咩？卡牌列表佢唔俾我放喎，佢要放呢个二啊，唔系喎，点解净系俾我放一个嘅卡牌列表？佢应该净系俾我放一张啊嘛，今次好，咁我哋出击啦，一张都够做啦，好，夹夹先，魔杖出场，好，佢嗰边都用嘢喎，阿轩而家小黑摆头，咁啊先打呢个白熊先啦，哇，六百几打咗，可惜嘅系一下打唔死佢啊呢度。跟住魔杖就比较麻烦，因为捉唔到佢啦。咁啊，照旧扰乱咗先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梅吉咧就打一打呢个白熊啦，应该唔会打死嘅，我谂打唔死咁得啦。一阵间我哋就揾只魔杖去搞佢。咁啊，力齐打后排犬井，好务求都要捉晒嗰啲虫哦。好，260几冇问题，顶得进，顶得顺，顶得顺 ，OK。哇，死咗，冇晒啲兵力，唔紧要。阿师，我哋用打呢个度，应该未死嘅，我谂未死啦，得啦。我哋先捉白熊，捉咗只白熊先，捕捉。啊，魔杖就系咁用噶啦，我谂。好，咁呢一度咧，我已经撤退啦，佢 very good。至少捉咗一个先，因为捉咗一个都好。OK， 黄昏啦，佢系就系补充翻嗰啲战力啦，同埋升级。你睇下冇晒兵力，恢复1000，跟住就买一买道具咯。啊，唔系，唔好意思，买魔法先啱，魔法点？睇下先啊，魔杖系呢个啊。守护我放啲魔杖，其实都唔系守护，我觉得似系捉虫多啲。小鬼啲照片令地方咧降攻击力，唔得太贵个。咦？呢度我哋攞埋咯，咁样的话咧，其实可以直接打埋呢度，我觉得魔力4000，应该可以打埋嘅，我觉得。火焰长剑攻击万箭齐射，士兵等级有乜升士兵等级？好，加加奥利斯嘅士兵先。呢个1300 ，OK， 就咁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直接打呢、這个 ，OK。咁啊，奥利斯啊，冇巴雷斯摆头，奥利斯摆后排，咁啊 ，OK。跟住照旧放只魔杖啦。啊，系啊，佢有分，净系俾你放一张卡定两张卡嘅。咁我呢度当然就系放一张呢啲，一张回血啦，比较稳阵啲嘅做法。出击，犬井、啊、，good 啊！咁我只魔杖一嚟就可以捉咗只犬井佢，正。而家边个喐啊？哈斯，扰乱佢啦，梗系呢度，唔系扰乱佢嘅咩？好。O.K. 魔杖一嚟就捉咗呢个犬井佢啦，正，跟到外老啦，撤退咯已经，唉，轻松一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咗，捉咗佢，咦有剧情到咯，喂，敌人攻击，佢边度攻击过嚟啊？奇袭嚟喎，睇下先，我哋攞晒防虫啊，仲使问，两防一个导师。边个导师大佬？睇先，睇唔到对面用咩虫，比较麻烦就系、是、我哋魔杖啊，放一只魔杖啦，一只魔杖一只回血啦，就咁。轻松你班友，可以捉啦。但系魔杖摆头，冇得捉添，净系可以扰乱佢。咁样的话咧，我哋。哇！佢回血嘅，原来佢系 ，OK， 弱点佢先。
呢、這个究竟系物？呢、這个系攻击技定系辅助技？我都唔知道。总之而家降咗佢物攻同埋魔攻先啦。睇落好似唔错啊！呢、這个嘅效果。跟住我哋就回一回血啦，几好喎、啊，有得回血、啊，回晒添啊，正啦、啊！导师放水攻击头剑啦，唔使问，打得死啊！诶、哎，点啊？佢啲士兵死晒，跟住就可以捉你系连友。魔杖出场啊！撤退，唉，太令我失望啦。嗯，好，搞掂。咦、欸，又嚟了？我又有人打。我冇晒兵力咯，所以捉多啲重系啱嘅。而家我冇重用，顶要用呢啲咁嘅揸火。我捉佢，我放两只巨掌出嚟先，横掂一阵眼再手掠翻啦。唯有出击，外脑喎、啊，头先嗰条友，哇，好劲、啊，顶23咧，千四血、啊，打唔打得嘢成问题、啊，真系打扣唔扣到佢咁多咯、啊，1000血，你难搞。总之先扰乱咗佢先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嘅拉米就用火球，哇，废到呕，好废啊！要顶28弯有乜可能啊？唯有就系赶走佢咯，最好就系先集火一件，然之后咧捉咗佢，睇下佢会唔会撤军咯。如果唔系，我真系冇乜可能打得赢。吓，低能一只将军净系可以打到100几血啫，佢打我成300几血。死埋添呢个，啲兵力全部死晒，700几，一嘢冇晒嗰啲兵，大镬两步，扰乱佢，嗯，够晒难搞。虽然佢打唔死我只魔杖，但我呢三只应该都要死咯。我谂提升魔法，提升魔法算啦，提升魔法啦，三色呢、這个，咁样呢一度就。火球术应该 RJ 喎，喂、欸，唔系我几高喎、啊，200几打到，点解嘅？咦，呢个打到300几，唔错唔错 ，OK very good， 睇下佢会唔会撤退啦，唔撤退就捉走只外佬，咩拉米嗰啲死咗就算可以，啊、死咗都冇问题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未死，我哋仲可以捉埋呢个外佬嘅，捕捉他，好噃，搞掂，撤唔撤退啊？唔撤退啊！好，你唔撤退，火球佢呢啲咁鬼劲嘅，点解而家？诶、欸，搞掂，死咗一个拉米，但系你捉走咗佢个剑士，几好啊！系咪有火士啊？火士强力噶，又嚟啊！哇，大镬两步，我冇兵、啊，唉，死得两步，唔使问啦，放晒啲巨像出嚟啊！低能，一个打三，一个打两个啊？诶、欸，好似二打呢、這个都。但唔紧要，我哋放咗3个巨像，佢冇可能打赢我嘅，9000几血，嗯，应该啦，174，哇，超痛啊，低能痛到呕啊，扰乱佢先，嗯，等下先，唔使问啦，再扰乱啦，我3只巨像，有排玩，嗰啲回合数一定顶得顺啊，我3只9000，当1万一只啦，都30000啦，啊，30000血。仲有可能打赢我，咁依家就先打后排先啦。啊，后排，咁因为后排嗰啲咧，后排嗰只就易死啦。你见到啦，差唔多死啦。回血，顶回兵力，咁冇得捉啦。因为我个人要死啦，呢个应该死嘅啦。六滴伤要顶到一弯哦，顶唔到啦应该。嗯，诶、欸，顶到喎，靓喎。又冇得防，又唔俾用个魔杖咧掩护自己只虫，只能用扰乱。唔系、哦，我想知将军死晒我人，我啲嘢我会唔会当输啊？可能会、哦，一当输我食招，俾人占领翻。火球术打呢、這个750几，撤退未啊你？死咗啦，我个将军已经，唉，输咗。真系输咗啦，俾人占领翻啊！所以有时都唔可以太过，即系咁打人咯。有时都要等一等，我哋征收一下先啦。20指挥 10% 机动，4250魔力，收呢一度会唔会关事啊？呢、這个会唔会呢个收得多啲咧？啲资源
好难背喎。好，诶，有剧情喎，咩噶？是敌人啊？呢度系人类嘅咩装扮啊？哦，消失咗喎。玻璃球，真系奇怪嘅人，奇怪的东西啊！蓝色玻璃球咩剧情啊？呢个唔清楚，唔好攻打过嚟，大佬。唔系，其实我依家要扩充翻我啲军力先，全体升级，跟住恢复兵力啦。血方面就之后再升，咁多人应该够打系嘛？兵力嗰啲唔好搞住，梅啲梅吉加啲啦，顶咁渣。起码1000兵力啦，呢条友呢度1000系基本咯，我觉得呢啲就太低咧啦，我哋要捉啲劲抽啲，我先夹一夹先。呢度我而家几多啊？而家我有16000兵，16000魔力。咁如果我搜索，咦唔系、啊？我、哦、OK， 我明白啦，即系佢呢度搜索完之后就变咗零嘅。咁如果依家我有嘅数量呢？我有嘅兵力，我有嘅魔力而家15000啦。咁如果我搜索咗呢一度，应该变18000嘅。睇下先。搞掂。嗱，应该就变18000嘅呢个。16000啫。点解会变16000嘅？诶、唔系，我呢度18000喎。咦？16080，哦，要加晒所有，所以系啱嘅。OK， 咁我大概知道啦。咁即系话，其实睇魔力嗰个情况啦。如果得翻少少嗰啲就唔好揿，咁就会蚀咗嗰一弯。呢度3400就可以搜索啦，一阵眼。而家佢哋攻到入嚟嘅，系咪应该攞翻呢笪咧？即系等佢过嚟啦，等佢过嚟防我再，我哋买一买嘢先，魔法店。我啲魔像死乸晒，好贵。其实啲牌啊，啲卡都好贵，449，正呢张要买，呢张可以买，一张魔像嚟。睇先，发动时机士兵力50%以下。呢、這个都有用嘅，但我哋迟啲再睇，我 save 先呢度。好，1700，3400，2500，呢度我哋有得去先，我哋先攻入咗呢边先，系啦，我哋攻入呢度。好，咁啊，可能啲大牌爱丽丝就唔好出啦，呢度出小黑。系啦，三个将军分开出啦，分别爱丽丝、小黑、梅格三个就分开一队。三个剑士啦，啊冇喎、啊，两剑一回血咯，一系，诶、咁样其实唔错，跟住打一只魔杖嚟捉虫用，得一个呀，咁死紧啦你，我斋系小黑都打死你啦，诶、有冇机会降攻喎、啊？唔紧要，哎呀打唔死添，可惜，如果打死就可以直接捉咯只魔杖，但系好明显打唔死啦。集合提升我方单体队伍，咁啊俾小黑啦。OK， 我谂佢都系打小黑嘅，阵间咁啊回血俾小黑啦，回翻少少，回翻个30几滴血。我睇下点做啦，系啦，打小黑，所以加防俾小黑系正確嘅。好，咁啊呢度就即刻怼死佢先啦，呢度怼死佢先，之后魔杖就可以直接捉佢，我又可以加多个兵力啦。你唔会走噶嗬？搞掂，嗱、啊、魔杖就系咁用啦，犀利，搞掂，好，获得了经验值，诶、欸，敌人嘅回合、哦，喂，佢就可以直接咁样攻打入嚟，公平咩？唉，我都唔知道要用啲咩兵力去打，其实一个盾就两个剑啦。咦，呢啲系之前嗰啲兵力嚟噶 ，OK， 咁啊一个废嘅，啊三色。呢、這个三色啦，用跟住一隻魔杖嚟捉虫啦，系啦，跟住一隻回血，一回血一魔杖，定两回血好呢？两回血咧，冇回血手就，咦、欸，系嗰个炼油啊，
O K， 咁我哋可以直接捉咗只猎鼬去，睇下打唔打到200血咧。如果打得到就掂，唉，呢个扰乱，扰乱就打唔到啦。先应该调一调位，其实，唉，真系，唉，扰乱啦，冇办法啦。完全打人 R J 头先嗰度。好，嗯。系咯，其实应该系咩？其实剑士应该摆喺前，盾牌应该放中间。咁呢一度我哋先怼死咗呢个先啦，先扣晒冇晒血先啦，应该会走噶啦。我谂冇晒血又冇晒兵灵，系咯，直接走。所以其实咁样做系唔好嘅，应该直接打死佢，跟住再执咗佢嚟用。咦，有人攻过嚟喎又。OK， 咁我哋呢度先用剑士先啦，用巴雷斯，巴雷斯跟住一隻回血，咦，其实唔好，咁啊，咦唔好啊，出隻导师先，费事出咁劲，咁啊，一隻波杖，一隻魔杖算啦，唔好出个咩咧，诶、欸，有得捉虫，但系十六咧，唉，真系唔想捉十六咧，唉，照捉啦，但系十六咧，佢会即刻走咧。即刻走都好，我费事打，唔走喎、啊，捕捉，捉完应该走啦，走吧，即刻走，所以一开头摆剑士系几好嘅，嗯，好啦，冇事啊嘛，有剧情睇，诶、欸，又系佢哋两个、啊，上集我哋睇咗啦呢两个，咁我打交，嗯，上帝之眼。嗯，75咧，咁鬼劲嘅呢啲，75咧，我依家先得廿咧，点样先打70咧啊，大佬，要疯狂咁打。其实我谂爱丽丝始终要有一弯系出去打，如果唔系升唔到咧，而家净系升个小黑啫，即系重要人物嘅话，应该完啦嘛，系啦，完啦，嗯。3600其实可以收得啦呢度，佢有写 mana 嗰啲应该都系属于多钱，喂唔系我呢个多，4500有 item，OK， 咁我哋先收一收先啦，同埋整一整啲军力先，系啦，见到啦23，咦23一顶咗啦，唔系啊，嗯，咁可以升其他，我哋兵力恢复先。跟住咧，我哋就 item 呢度4500，收4500之余再收埋物品，嗯，唔错啊。睇下收咗啲咩翻嚟先，有剧情添喎。阶梯，咦，又系呢个小黑咧？总觉得自己忘记咗要做啲咩喎？吓，小黑又系水晶球啊？系，又系水晶球，执到个。咩色啊？今次红色水晶球，其实佢写 item 嗰啲会唔会都系水晶球啊？好，打埋呢个去，好冇咧？系啦，打埋呢个去啦，嗰、那个有去啦，2700，应该唔会好难打嘅呢、這个，呢个牌梅吉出场，梅吉巴雷斯同埋一个盾牌，好冇？其实盾牌都唔使要咯，我有魔杖嘅话都够，嗯。145117 OK， 放多个魔法师，一隻魔杖用嚟捉虫，搞掂。智慧团250兵力，唔系话一嘢炸得死咯。佢喐先居然系点解啊？先制啊？吓顶啊！我梅根唔够魔杖快，搞到冇得捉咗佢添。佢应该好快会走嘅，我谂佢。你睇下一招箭雨打咗几多？佢仲使玩，唔紧要，我哋试下用人捉佢打得唔得啦？咦，放水攻击冇得捉啊呢、這个，冇得捉喎、啊？点解啊？唔紧要，我哋试下用魔杖出嚟捉，定系因为得唯一一只唔捉得啊？嗯，冇理由啊，真系会冇得捉喎、啊？系咪因为太渣五咧？因为五咧太渣唔俾捉啊呢只，好。逃离喎，败走喎，
OK， 獲得了經驗值。嗯，都是我的 turn 啦。差不多我們要留一留什麼？我是留小屈同埋我黎斯呢度，咦有得买嘢喎？诶、欸，新嘢呢啲剑舞制造出无数对敌体全方，对敌体对对方全体造成伤害，有用啊！呢两个应该都劲嘢嚟，但系2500太贵，对我而家就冇乜钱啦，系啦，3600呢啲就阵间再收啦，打直接打呢、這个战争中边个啊？战争中。哦，即系佢哋战争紧我哋啊嘛，我明啦。我战争呢、這个应该都几难打嘅，我谂。OK， 好，我哋唔理。其实我哋 save 先，我想试下打右手边，话说话。我哋试下打呢边啦，因为呢度应该唔够打啦，一定试下打呢边先。嗯，有剧情喎、啊。夏洛特嘅部下。放咩吉丁虫嘅翅膀三个？你仲醒住啊？而家半夜咯，诶、欸，家 姐将你吵醒啦！啊，唔使在意。呢、這个讲过咧，小孩子唔多啲瞓觉会长唔大。我一阵就瞓，而家关键啊！正在制作秘药啊，我喺度有冇呢个人类多用魔法嘅？当然啦，好厉害嘅药嚟嘅。洛特领主夏洛特啊！听讲佢可以令人类使用魔法，是以从呢个图书馆攞出嚟，希望可以帮助咧洛特大人。好，艾米尔，你真系好好好，但系咧唔使呢药，你哋都已经帮咗好多。早啲瞓啦。OK， 音乐好似太大，遮咗佢把声。夏洛特的房间正在和部下倾偈。以前又觉得咧唔可以不能小考他，咩叫小考他？估唔到佢竟然喺度做秘药，啲小鬼啊真系厉害！甚至麻烦到年幼嘅艾米尔，都系因为我唔够成熟。系佢哋想咁做，洛特唔使在意。嗰度呢个帽，我冇讲咩？嗰个系洛林代代相传嘅帽嚟嘅，但我从来未见过咧洛特戴。冇一定嘅能力咧就唔可以戴，呢个系规矩。我仲未够成熟啊！等到我咧，好似师傅一样咧，优秀嘅魔咧就可以堂堂正正戴呢顶帽啦。嗯，好，来吧，我哋留小留我丽丝小黑上场，就咁啦。先一只魔杖，一只呢叫咩啊？火箭术啊！兵士数敌人嘅兵士数50%以下，都得嘅。居合啦，呢、這个居合啦。跟住就有一个火箭术 ，OK 就咁话啦。嗯，呢啲高呢啲啊，30咧，终于有啲嘢玩下啦。发动哇加工喎，技能发动巨侠500嚟斩咗 ，very good。我捉过呢个章鱼饭就应该唔错啦。咩事啊？发动咗啲咩啊？回血。点解发动咗回血嘅？我冇睇到系咁揿揿揿添，唔紧要啊。点解会系哈斯喐嘅？你唔系小黑嘅，究竟系点排嘅呢个位？唔紧要，我哋先降咗喺防御先。抵消翻我怪物房嗰度。魔杖再扰乱啊，唔错，蓝宝石喐啦。轻松啦呢班友，扰乱我。到小黑喐啦，呢个时候就梗系打前排啦。585好啊，400多都好。好。O K， 哇，好痛。咁我哋力齐就打呢只14。哇，够晒眼，定系力齐太渣嘅关系。我哋就呢只啊系，因为哈斯佢冇攻击力噶，计漏咗添。我谂住哈斯打完即刻捉噶嘛，顶点知捉唔到而家，熄招啦。紧要系再扰乱多弯咯，应该够时间可以捉嘅，我谂唔好俾佢走就得噶啦。我想捉佢只章鱼饭，蓝宝石都可以嘅，但系蓝宝石太硬打唔入咧。好，咁啊小黑就打蓝宝石啦，用嚟。哇，打800多喎，
如果佢唔走，我都可以捉埋呢只。但我谂净系可以捉一只啦，应该唔可以捉太多。哇！打到我小黑啦，头剑14，应该唔会走啦呢条友。阿士妖乱咧，哇！都打到几多呢只嘢，捉得啦魔杖捕捉。捉到啊！哇，捉唔到啊！顶，捉唔到，哇，就死啦我，就快挂柴啦！佢蜜蜂系咁累加上去，扰乱到，哎呀，顶唔得，我要再嚟个，冇理由啊，应该打得赢啊！阿先，我做错嘢搞到输咗，头先冇理由嘅，应该赢到嘅。好，我呢度可以飞咗去啦，因为我哋呢度睇过啦，已经高速模式。OK， 开波，小黑、力齐同埋白熊啊，白熊系咯，跟住一只魔像，一个巨侠，系啦，就咁出发。小黑摆头咁似有。召唤魔像，我呢个卡牌，降30%防，又系魔像玉线居合500号，扰乱，去到小黑打呢个章鱼饭啊，万箭齐方，好硬正，我打唔入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力齐啊后面。我哋嘅力齐应该打得到500血啊嘛，450度应该得嘅。吓，46，夸唔夸啲啊？打得咁少，唔紧要，仲有八红，打55啊！唉，食蕉两步，捉唔到啦又。唉，妖乱，80%加我机动条友。所以万箭齐射，做咩？哦，做乜无端打蓝宝石？因为佢用咗掩护定咩？有啲掩护技能定咩？我冇睇到，因为好捉，哇，好难捉喎，一下10咋？咦，捉到应该魔杖应该啱啱够50，咦，唔够喎，唔得喎，捉唔到喎，好似魔杖50，小黑10。嘅话都系得80啫，除非佢30啦，系咯，我哋睇下捉唔捉到咯。70仲争三，仲争20，呢度如果捉30就得啦，唔得啦，大志，睇嚟我要用两只魔杖先得啦，唔得，我用两只魔杖。好，顺便我校细啲声先，头先 BGM 太细声，咁啊。好，睇嚟我呢度要用多啲重，用多啲战斗卡或者点啦，用多啲战斗卡或者用多啲魔杖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就捉唔到呢只咁嘅30厘嘅虫。嚟啦，咁样的话，我哋放一个小黑啦，跟住就系奥利斯唔想放，其实我放埋奥利斯都得嘅。系咯，放埋奥利斯都得嘅，放埋奥利斯，跟住一个就系力齐，跟住就放魔杖，两只魔杖咧，但系获得一只魔杖就唔紧要，一个火箭，一个巨侠，点啦？全部攻击手段，仲有得输？仲捉你唔到咩章鱼饭？好，插只魔杖喺度，打爆佢。只要触发到嗰啲攻击牌咧，我就应该好大机会两三弯就打得死呢个章鱼饭。OK， 500呢度一嚟就，跟住再减佢防啦。好，减咗佢防御，跟住到小黑打佢，打400几好似400到啦。咁即系话力齐力齐嗰度应该都打得痛啊嘛。火箭术靓波，好提升防御力喎，条友。啊！打唔痛，你认真，真系有够恶搞。
四百几，破坏光线。嗯，掩护喎呢招，唔紧要啊，我捉佢啫嘛。哎呀，食招啊，边个捉后面嗰个打靶仔啊？唔紧要，我哋仲有七弯，仲有大把时间捉啊。好，集合 ，OK， 冇事冇事。掩护都几劲喎，蓝宝石个招技都有掩护呢啲神技，应该得啊嘛，六十三，仲有两弯啫，两弯捉唔捉到啊？哎呀，又用咗掩护，食屎啊！咁唔通我要捉后面嗰只啊？冇咯，顶真十五。定系我要放三只魔杖啊？放三只魔杖啦，魔法店好贵魔杖，其实都师傅啊，师傅呢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加埋攻，我嚟小黑啦。小黑因为都几劲，小黑其实我觉得千三，好千三魔，千三嘅兵力够啦，千三兵力应该好足够噶，我谂呢个嘅战力应该都够做噶啦。好，再嚟，好又唔得嘅，一定要打爆佢。嚟啦，爱丽丝、小黑同埋。爱佬啊，爱佬，跟住用嘅系双魔杖。呢个咩？恶魔的呼唤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。召唤女巫系咩啊？共同坐战战啊，开始使用次数一。召唤女巫好冇咧？捉个卅咧翻嚟，好似都几抵嘅。召唤女巫啊 ，OK。双魔杖加一女巫，掂啦啩？金宝魔镜咩技嚟噶？哦、魔镜升咗我指挥嘅，点解呢度女巫呢、這个就系女巫啊？唔系啊嘛？有咩用啊？哦 ，OK， 都应该有啲用嘅火球术二百几，好烦啊！佢用咗掩护啦又，我哋有两只魔杖，即系话我哋可以捉佢二十定三十啊！头先捉佢一下，唔记得咯。定其实捉后面嗰只好啲咧，捉后面嗰都唔错喎，佢个掩护几劲，我觉得。定捉后面嗰只算啦，你咁中意掩护啦，就捉咗你嚟用，又开掩护啊！你够胆啊？阵间，头剑，哇废到咧呢个外佬，扣得卅几，你认真破坏光先，好，再嚟四百几，好，五百七十二啊！魔法史弹打得同佢啦，应该得啊嘛。防御术掩护我放弹物，我就系要你呢招技。哎呀，争一下，咁啊死啦！揸下又打唔死佢，应该顶。其实个魔法师都几废下喎。咁冇啦，而家得翻几弯，唉，又捉唔到啦。咁唔好用魔法师先，我哋双魔杖跟住。双魔杖跟住带一招技能啦，系啦，唯有系咁啦。睇先，爱丽丝、小黑跟住一个力齐，双魔杖，跟住一个就系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居合啦吓，居合啦，系啦，居合啦，就咁啦。其实真系几烦，你捉佢都有啲难度。召唤魔杖，召唤魔杖，好想打我爱丽丝，未死过佢真系过我密防，唔紧要。因为我本身有加密防，到我降啦呢度。居合四百几，打前排章鱼饭，咁咪有捉章鱼饭啦呢度。即系话呢一 round 我三只咧就要必须要打到章鱼饭得翻冇晒兵力我先捉到，我先有机会捉咗佢三百几都唔错啊呢个实呢个嘅血量，但系要睇下嗰只咁嘅蓝宝石会唔会掩护佢，如果会嘅话就大镬啦。好，唔紧要啊，头剑
一滴血，呢个力齐真系打靶仔嚟嘅，废到咬啊！掂啦，八百几，而家睇蓝宝石会唔会掩护啦？如果佢唔掩护，我就有机；佢掩护嘅话，我就有少少危机。诶、欸，打我，好波，咁我可以捉佢啦，章鱼饭。佢呢个扰乱会大会叠加都真系几烦，捕捉他，终于捉到你啦！一嘢捉五十，第二只捉埋一百，搞掂，捉嗰只沙呢嘅虫，哈哈，得翻只防虫仲唔烂？终于捉到啦，捉我咁多弯哦，啊，咦，敌人嘅回合喎，嗯，啊，敌人攻击喎。我哋只要挨弯数或者捉佢只虫啦。等下先，章鱼饭捉唔到，因冇兵力。咁样的话，我哋放一只导师喺前排，跟住一只回血喺后排，再放多只哈斯喺度啦。啊，唔系喎，哈斯盾牌嚟嘅。唉，即系咁啦。睇下先，双剑一血系啦，一个治愈，一个治愈啱啦，应该。啊，一个治愈或者两个治愈都得嘅，两个治愈。嗯，有得捉虫啊，念幼，但系冇魔杖喎、啊。嗯，防御术，顶又系掩护，咁都打唔死你，你真系好嘢。弱点，好。火球术好渣啊！对手都有少少流流地啊！哇，打得四十几，有冇渣成咁啊，大佬？因为加咗密防60%啊，好夸张喎，60%完全打唔入佢。你睇下 ，R J 喎，简直打呢只都叫有伤害嘅，真系。呢个啦，继续降佢攻同埋密攻魔攻咯。佢应该打唔入我啦！哇，加咗60%密防，黐线嘅，85%密防魔防，魔防85%，密防60%，黐孖筋真系，点样打得入啊，大佬嗰只猎友？你睇已经打唔入啦，我冇辅助宠，佢不断系咁加咩？系咁加防？咦，咁嗰块其实都几屈机喎！我系咁加防，跟住再用只回血宠咪屈机，咁不如用放水攻击啦。你个货水机好过啦，呢度咁低攻，又点过密攻魔攻，继续放喺呢只度啦。减咗90%密攻有，减60%嘅魔攻，火球术，捉唔到佢啦，搞错啊！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守住咗呢个城镇，都叫唔错嘅。下一只睇下有冇机会捉咗佢先啦，我。好，战斗胜利，应该仲有一个要打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唔使谂啊，出晒啲劲宠出去啦。呢个咩嚟噶？只呢个盾嚟嘅，都得嘅。咁啊，一只魔杖。火箭术，火箭术咧又系火箭术咁啊，18咧，唉，完全冇兴趣捉啊！呢啲简直见到已经唔想捉，太渣啊！呢啲好，不过都有用嘅，捉嚟去死咯，啊，捉嚟做肉盾咯，啊，替身嗰啲都有用嘅。睇下有冇机会咯。其实魔杖某程度上都几好用，因为一杠杠得太多啦，配合我一只哈斯咧系咁杠人防。哦，仲烧多下添，捉到啦又。呢个灵兰，暴王我哋可以梗系回血啦。呢十八呢一定一下捉到。哇，十八。咁我哈斯就继续扰乱佢啦，当然就减咗47%，
双防捕捉他。啊，你几点钟得咁快，知杀捉到啊呢只，搞掂啦，仲唔走？啊，轻轻松松啦呢班友，想赢我，唔会右手边都打过嚟啊！唉、哎，真系打过嚟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打过嚟好大镬、哦，卅呢喎啲虫都，呢、這个要全力全力应对，双魔杖，跟住一个就治疗咗，系啦咁啊，顶卅呢，蓝宝石同埋紫水晶，咁睇嚟我哋搞一搞紫水晶好唔好咧？蓝宝石，搞一搞蓝宝石啦，扣一扣佢血，佢应该唔识回血噶嘛，因为我睇翻上次有啲战斗咧。经过咗打完一场之后咧，佢哋都唔会兵力嘅，有啲人。好，双魔杖降防，跟住即刻打落只蓝宝石度，因为我要蓝宝石嘅掩护技能。好，投剑三十啊，真系大镬。哇，佢打五百几啊，黐线噶，至于。都叫有少少用嘅，其实呢啲打下后排到啦，五啊几，扣得几多得几多，投剑唔得，打唔入啦，已经太低咧啦，实在。防御术、哦，继续降防，好再降。其实如果想打赢对手咧。放呢一只魔杖其实都几必要，投剑，哇！而家见唔见到打已经打二百零几啊，因为降防太多嘅关系。哇！佢打咗四百几啦，已经。好，我哋再打后排嗰只蓝宝石。几好，慢慢打啊打，好快打到百几啊二百几嘅输出。唔错啊。下一弯如果佢再打，我哋就可以捉佢蓝宝石。我哋仲唔使死一个嘅将军添，估唔到咁都唔使死嗰啲将军。啊，实力差佢成七呢，或者十呢嗰啲，十几呢都仲有得赢，算系咁啦。好啦，搞掂。啊，终于完结啦，终于完结啦，真系救命！好，全数兵力。啊！我哋个章鱼饭呢、這个章鱼饭真系几劲，应该系嘛？一百五十九啊，高廿几咯。但系兵力，哇！你睇兵力成千八，超劲呢只。哎，我哋直接攻过去啦，唔好谂啦，直接攻过呢边啦，真系仲使谂。mana 三千八呢个，呢、這个有道具，我哋啊唔系，呢、這个道具店嚟，收呢个三千八先。冇得 mana， 哦，冇特别事件啊 ，save 我哋。咦，唔系、啊，啊，我突然间醒起呢度有个镇啊嘛，咁道具店有其他新嘢咯，系咯，色色小内裤，领导力七十，恢复力二十，布下哇超多、啊，四万五一嚿，点卖啊老友？呢个防具嚟喎，领导力。魔力扫把机动力五啊！哦，原来系咁嘅机动力。啊，睇下先。图书馆，我想睇下咩啊？睇下先。操作有冇啲咩能力表睇啊？我想睇下领导力有咩用啊？操作获得单位 HP 战前中后卫。受伤程度唔同嘅魔法单位放喺后排，魔攻、魔法防御、呢、這个龙、魔法生物，仲有地形保证、魔法攻击上升，可以考虑将佢编入队。哦 ，OK， 损伤故事啲舞台，魔女反派佢冇讲喎，有啲都。魔法有冇得睇啊？领导力有咩用？唔识睇，睇下呢个有冇得讲先。指挥
会唔会嗰个士兵会劲啲咧？啊，系啦，我唔清楚呢、這个。但我哋睇完道具店都冇咩特别嘢买啦。好，我哋直接开呢个波啦，梗系仲使谂咩？好，用翻沙瓦咧嗰个人打。好，咁快就嚟到啦。啊，魔女爱丽丝虽然睇嚟乱七八糟，但系实力都唔可以睇少。点啦？有乜落去咧会俾人抢走领土？冇事，洛林嘅武器系魔法，呢座城咧以提高魔法效率为建造。只要系我嘅魔法同呢座城喺度就冇事。佢哋嚟啦。好，来吧。我会输嘅咩？前排士兵，中排法师，唔系喎，中排都应该系小黑，后排就唔使问啦。爱丽丝呢度双主角出场。哎呀，唔记得买魔杖添，死啦！唔记得买魔杖，买埋魔杖先。唔好意思啊，等等，我要买一买魔杖先。买魔杖我打唔赢，等先。前往城镇魔法店，方块一呢个系啦，买住六张先啦。反正次次都要用噶啦，买多啲冇坏嘅。好，开波，即刻嚟了啦，仲使谂。好，小黑，爱丽丝啊，小黑巴黎斯爱丽丝。咦，唔系我黐线，我梗系放章鱼饭啦呢度，跟住爱丽丝，冇错，跟住就一只魔杖够啦，一只魔杖。嗱、啊，记得蓝宝石嗰个实力，那个兵数就冇咁多，佢唔会加翻，几好啊！召唤魔杖，系咪啲小黑个嗰个咩啊？那个速度唔够高啦，所以魔杖快过小黑啊，睇嚟系，嗯，但系唔紧要，都打到二百几，唔错呢个输出。我捉个蓝宝石就当系赢咗啦，其实，因为我哋主要嘅目标系捉虫，捉啲神虫，我哋嘅目标系，紫水晶都几痛噶都，哇！我将军你都打到我成800几血都差唔多，破坏光先，打唔打得死咧？哎呀，争少少，可惜可惜，但系廿五蚊实捉到，唔使问，廿五蚊实得啦，啊、但我哋魔杖得一隻咯，比较麻烦嘅系，可能要捉耐啲。扰乱佢，呢度小黑啦，小黑就打佢啦，仲使问？搞掂啦，佢啲兵仔全部死晒，跟住又开始捉佢啦，可以捕捉他。唔错，捉到佢34噶啦，系咪计 level 咧？应该捕捉率。死啦，冇晒士兵啦，小黑已经，但唔紧要。再捕捉，好似唔系喎，你系计平均呢啊？我都唔知道，但唔紧要，呢一弯就捉到佢啦。我哋嘅魔杖一下甩箍住佢，啱啱好啊，劲啊！搞掂，走吧，魔水晶啊，紫水晶，好搞掂啦，轻松捉嗰只神宠蓝宝石，有剧情喎，食咁多魔法都唔走，而家冇时间忏悔啦，唔快撤退嘅话 ，OK， 我咪可以收纳佢旗下 ，good 啊，好，我哋顺利赢咗，又赢咗一场仗，跟住我哋恢复翻兵力先。头先呢个蓝宝石，佢呢个系咩技能啊？扰乱同埋防护术，佢唔系有招掩护咩？咁同我啲重有咩分别啊？定系其实佢有招就系可以帮人掩护噶？唔知啦，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玩呢只霸战争，系咁先，拜拜。